点解我一直都冇谂过？七年前你已经识阿 Sam， 七年前对于你嚟讲已经系一个障碍，暗中约我出去，推我落海嘅人系你。是你暗中告发阿 Sam 查黑旗输钱，有争议我哋两夫妻不和。乜你觉得你同阿 Sam 本身冇问题？全部嘢都系我一手搞出嚟嘅咩？你根本就系有心侵占我屋企，你抢走我老公，抢走我仔，抢走晒我所有嘅嘢，我冇晒事业，我冇咗记忆，你拎走我七年嘅人生啊！你真系我争啲死啊！你而家即系咩都记得翻晒啦。咁你应该记得，你摆喺第一位嘅从来都唔系你屋企，你冇爱过呢个家，系你放弃在先噶。咁你就可以去抢噶啦咩？我冇抢，我根本就冇本事抢，我系企喺侧边等，我系企喺侧边忍，我等到阿 Sam 终于肯放弃你，我等到佢眼里面终于有我。我全心全意为阿 Sam 为志献，我为咗佢哋两个咩都可以牺牲，唔通我就唔应份有呢个家咩？我为阿 Sam 做嘅嘢，受过嘅苦，你明咩？你做得到咩？我好后悔同佢结咗婚，咁沟通唔到嘛，沟通唔到咪离婚咯。为佢做咁多嘢，佢都唔满意。如果你系我身边嘅男人，我一定捉实唔放。如果你系佢啊，我一定好开心。我谂啊，我要好开心生活落去。Rachel 講得冇錯啊，果然好有 potential。帶嚟生嚟我伯樂，我唔係你嘅伯樂 ，Rachel 先至係你嘅伯樂。如果唔係佢極力推薦嘅話，我都唔會投資呢一份嘅，我都唔係呢一行。咁 Alex 識啊嘛，俾個機會佢修心養性，專心做下嘢。你哋諗住 Production House 叫咩名？不如叫心星咯，阿 Sam 同埋振星。Good， 就叫心星。Sam， 以后心声就靠晒你噶咯。合作愉快，多谢大玲生。Sam， 你做乜嘢啊？点解你会嚟嘅？你打电话叫我嚟噶。打俾老婆好啊。我送你翻去。我唔翻啦。你唔值得为啲咁嘅人唔开心噶。我会心痛噶，揾佢喎，佢打俾佢喎，我要同佢道歉啊！你做咩要同佢道歉啊？你对佢几好，佢都唔会珍惜你噶。你唔明噶啦！我唔明啲乜嘢啊？你为自己谂下啦，你唔系话你好唔开心嘅咩？你仲有同我讲过你想佢系我啊嘛，系咪啊？我要同佢重新开始，我要揾翻佢啊！我要揾佢啊！想知道你老公更多秘密，听日三点见，有料俾你，准时见。
即管憎我，但我做所有嘢都系因为我爱一个人。你唔好用爱嚟做藉口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噶啦。因为你唔明啊，当爱一个人多过爱你自己嘅时候，你咩都做得出。7年前你失踪咗，7年后你都唔应该翻嚟。做咩啊？你想杀到我一次啊？走，追紧你，走，山，够啦，你收手啦，你仲要伤害几多人啊？而家系咪我企喺你面前，你要连我都唔放过啊？你咁谂我，我真系唔知道应该点样谂你啊！我哋一齐咁多年，你有冇真真正正了解过我啊？定系你知道我离唔开你，所以你根本觉得冇需要啊？我哋嘢翻慢慢讲啦。我要而家讲，你指住我爱你，所有嘢都要我让步，我付出。咁多年嚟，我有冇同你计较过啊？我帮你建立心声，重建翻一个完完整整嘅家。但系原来我一路都系一厢情愿。英国的朋友你们好， 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现在无论是透过网站抑或 TVB Anywhere Plus 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精彩节目，记得支持我们的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还未在我们用户的朋友，快点 scan 这个 QR Code 和我们的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。Hello， 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佘诗曼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新闻女王精华片段啦。还有啊，英国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最近还新出了一条专为你们而设的 YouTube Channel TVB 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的剧集带给你们，记得 subscribe 吧。